啊，你住着，四两铺是楼顶的，后边，老板一边买单，这边买单。大家早安，你好，感谢您来到我们110年度普兴乡农会乡民乡农特产品展售中心农民直通证。开幕了啊！主要农民知道站着是讲哈，主要我带着讲整个小农的销售平台啊，农民主产主销啊，农民该做头家啊，啊，咱这物件，这个消费者有吃着讲安全、安心、不新鲜的水果，就是咱蔬菜啊，咱这个民生的这个直销站哈，虽然小。但是它很美，你们可以来普兴乡这条直销哈，这里民生直销站吃到好吃的、安心的食材哦。那老的海鲜老有哈，然后一般的咱的蔬菜老有，咱水果有，拢是咱普兴乡在地特殊的咱的农特产品哈。而且咱今日开幕，希望讲咱附近咱这些乡亲也来大家可以吃到上赞的物件哈。而且。今日开幕，啊，有咱副馆长、跟咱乡长吼，而且啊，大家来为大家来打字就对了，保证讲咱这真正是农民小区吼，啊，希望讲咱小区也能来咱民政部再来买这上好吃的物件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而且来销售，而且吼，咱这个农溯源，咱这所有的农民种的吼，拢有名会当查，所以啊，这个品质的、这个安全绝对无问题吼。咱博新农会伫咱这理事长上甘总干事带领，所有农会同仁非常用心，来替咱的农民来销售咱这农特产品。啊，因为咱博新嘛，即卖人口上密集的，就是伫这个下中、下北、下南这三块家。啊，咱民生分部家设计的农民直销站，会当方便咱的乡亲啊来采购咱的一寡这个蔬菜、水果。啊嘛，让咱的这个农民啊，会当啊有一个加一个销售管道，让因增加因的收入。我相信，咱即马农会吼啊，这个突破就是让小农啊直销站成立，这是让咱的啊农产品有法度地产地销，买晒啊时当季，二时在地。强调就是咱农民会使透过这个平台，看到农民的生产啊，生产者最终。爱晒了解按农民啊，这个啊农地甚至啊也生产啊农产品的一个啊品质的保证啊，感谢咱啊普兴乡农会有法度利用这啊小密集啊生活圈，啊尤其是咱的小有厝家，咱的民生诶农会的分部利用这个平台提供小农一个销售的平台，嘛希望透过这个方式，让咱的小农有一个销售的管道，买晒让咱的当地民众实在地。食当季，相对来就是会使安全、健康的食材。赞！哦，欢迎！南关小路赞不赞？赞！林香港赞不赞？赞！咱波心龙的赞不？赞！张秋有缘招哦！一起来一个大合照，请准备喽！产地溯源，哎，知道这个是来自我们普兴乡在地的，真的呢，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去到。